好，在看完了第一段、第二段之后，咱们来继续来看35课的第三段。在这里，首先他引述了一个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的这么一段话，咱们看是怎么说的。请看屏幕啊，他说 ：“Arthur C. Clarke once suggested a revolutionary idea passes through 3 phases. 1. It's impossible. Don't waste my time. 2. It's possible, but not worth doing. 3.I said it was a good idea all along. 这是我们首先看到这个主语是这个科幻小说作家的名字。那这是作者呢写文章时可能马虎了啊，这个名字拼错了，后面 C-L-A-R-K 还有个字母 E 啊，但发音都是 Clark。美国人会读是 Clark 也有可能啊，这个后面字母 E 呢，这个被忘记了。咱们一会儿会介绍这个人的背景。啊、他 One 曾经提出。Suggest 这是多义词，在这儿不是建议，也不是暗示，也不是24课讲过的联想，在这儿提出某个看法，也类似于我们说的 propose 提出。一会儿这个含义咱们会讲解。然后后面这个黄颜色的，一直到整个这个说的话结束，都可以看作是 suggest 宾语，就省略了连词 that 的一个宾语从句啊。然后宾语从句主语是 a revolutionary idea， 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思想，怎么样呢？会 pass through 经历三个阶段，后面这个 phase 就 P-H-A-S-E 可以表示事物发展进步变化的某一个阶段，这个词在三册的38课最早的日历讲过，只不过当时讲的是另外一个含义。这个单词咱们一会儿会复习。那么哪三个阶段呢？后面这个带下划线的1、2、3就是做前面这个 three phases 它的同位语。哪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那根本不可能嘛，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第二阶段是这可能的，但是呢根本不值得做。But not worth doing， 注意这个发音不要读 doing， 好多人把什么 ing 读成 doing going， 这很难听也不对啊。这个 in 前面要加一个人为的加一个辅音 w， 就像 w 那个 w， 所以不要读 doing 而 doing going。 It's not worth doing， 不要读 doing， 不是 ing 的音啊。It's not worth doing， 根本不值得做。最后一个阶段，我早就说过这是个好主意啊，你们不听呗。他忘记他当年反对过。那这个 all along 是个固定的习语，叫早就从一开始就怎么样。这在三册我们在听力真题中也见过，一会儿咱们会复习这个 all along 早就怎么样。这是语法文法上的一些这个宏观的一些这个概念。下面咱们看看一些细节。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作者叫 Arthur C. Clarke。这个人是何许人也？看看背景啊 ，Sir Arthur Charles Clarke， 那中间那个 Charles 被缩写成 C 一点了。那前面名字前面加个 Sir， 我们知道这是位爵士，那这个封为爵士了。那这是生于呢1917年的12月16号，死于呢2008年的3月19号，著名的大名鼎鼎的一位科幻小说作家，被称为叫科幻小说三巨头之一。那他是一个 was a British。Sri Lanka science fiction writer， 是一个英国和斯里兰卡的这个双重身份的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作家。Science fiction 在三册24课咱们讲过，可以表示这个科幻小说。那不可数名词 fiction 不可数。那么 science writer 还有科技这个作者，并且还是个 futurist， 还是个未来主义者，就能够预测未来的这名人。他的预测相当的精准，很多的预测到今天已经成为现实了。并且还是个 inventor， 还是一个发明家，还有 undersea explorer， 还是海下的探险者。那经常带着这个海下呼吸器到大海底去探险。那并且呢，还是一个 television series host， 还是个电视系列剧连续剧的这么一个主持人 host， 可以表示主持人，这个系列的片的一个主持人。这个人多重身份。那但最有名气的还是作为科幻小说作家。这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长得就有点像外星人的这么一个叫 Arthur C. Clarke。 注意后面有个字母 E， 本文中呢作者可能搞错了名字呢，没有考证，因为有一个字母 E。 这是这位作家。那么我们看到他说了这句话，的确他说过这句话，但是根据文献记载他说话的原文是这样的，咱们看看原来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原文是这样的，意思一样，但是 New ideas pass through 3 periods. 1. It can't be done. 2. It probably can be done, but it's not worth doing. 3.
I knew it was a good idea all along. 大意一样，本文中呢是大概复述一下它的大意。那它是新的想法，经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这不可能被做；第二个呢，可能能够被完成，但是根本不值得去做；第三个阶段，我早就知道这是好主意啊。原文是这么来说的，就是新想法经历三个阶段。大家要是跟李老师学第三册、第四册，可能还记得，咱们在三册里面就介绍过，这个伟大的哲学家这叔本华尔、叔本华也说过一个类似的句子，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Arthur C. Clarke 受到了叔本华这句话的影响，还是两个人暗合了，确实就是碰巧说法一样了，英雄所见略同嘛。你看说法类似，他说真理毕竟三个阶段，咱们看看叔本华这句话原文啊。All truth passes through three stages. First, it is ridiculed. Second, it is violently opposed. Third, it is accepted as being self-evident. 类似，对吧？他说所有的真理，注意真理在这当不可数名词来用啊，经历三个阶段，这个 stage 跟刚才那个 phase 是同义词，阶段嘛，时期嘛，对吧？第一个是他受到嘲弄，大家认为这瞎说八道嘛，这不是？第二个受到激烈的反对，那大家认为这可能是真的，要他是真的，我们的观念被推翻了，这还得了？必须反对。第三个阶段，他被公认为是不言自明的，这还用说吗？当然是这样喽。那你看这个说法跟刚才 Clarke 讲的非常类似，这是 Arthur Schopenhauer， 刚好也叫 Arthur， 两个 Arthur， 看法是一样的，是类似的。然后看 one suggested， 这个 suggest 是提出或指出，不是建议。Suggest here means to say that something is likely to exist or be true. 就说某个东西可能存在或某个东西可能是真的，就是提出或者指出，这个东西可能存在，有这个东西，或者它这个情况可能是真的，提出指出某个观念或看法。咱们看个简单例子。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as Hutton suggests, is the leadership's refusal to accept any form of criticism.这个 Hutton 这个人他指出，这个问题的起因呢，缘由啊，是这个领导层他们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批评，这就是他指出这个问题的原因。Leadership 可以把领导层当不可数名词啊，form 表示形式，咱们在前面多次讲过，那就是提出指出。本文中也是，这个 author 他曾经指出，后面是宾语从句，省略了连词 that， 主语是 a revolutionary idea。Passes through three phases， 经历三个时期、三个阶段。这个 phase 多义词，本文中是时期或者阶段。咱们看英文解释，就是表示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 or development， 就是在变化或者是发展的过程中某一个阶段，就是阶段或时期，发展变化中的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期。这个发音跟脸 FAC 是完全一样的，咱们再读一遍 face， 这是阶段或者是时期。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During the first phase， 在第一个阶段。 During the next phase， 在下一个阶段。 During the last phase， 在最后一个时期或最后一个阶段，那表示时期或者阶段。那再比如说The initial phase of the project， 这个项目的初始的阶段。 Initial 咱们前面讲过，就初始的、最初的、创始的。同样 The final phase of the project， 这个项目的最终的阶段、最后的时期，这个阶段就发展变化的一个时期。这个我们再看，在45课里面还会出现这个词，就是在本书中第四册263页第一行最后到第二行，263页第一行最后到第二行45课里面有这么一个，他说 But this phase of our development is now finished， 但是我们发展的这个阶段已然结束了。这个发展变化的某个时期阶段用 phase 完全正确，这是45课未来也会出现。这个词学过三册同学如果仔细复习有印象，应该还记得38课咱们见过，就是最早的日历这棵树。当时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含义，也是 phase， 它是什么意思呢？ Each of the shapes of the moon as we see it from the earth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month， 就是我们在
一个月里面不同的时间，从地球看月亮，它不同的形状，就是说月相月有阴晴圆缺，这个月相叫 phase。 这不也是某个时期吗？这个时期是尖的，那个时期就圆了，这个时期就满月，那也是跟时期相关。那月亮的某个时期，咱们的月相，回顾三册三十八课的原文，大师这么说： They have found that it is connected with the passage of days and the phases of the moon。 他们就历史学家还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岩洞上这些壁画画的这个画，那与什么呢？与昼夜的更替和月亮的圆缺相关。这其实是一种原始形式的日历。这个 phases of the moon 就指月亮的阴晴圆缺、月相这个意思。注意 phase 两个意思，咱们三册四册把它包圆了，里边都有了，但表示时期阶段更为常见。好，回到其中，咱们接着看。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不可能嘛，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那大家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第二个阶段是可能但是不值得做，大家慢慢开始接受，但觉得呢这个不值得嘛，没有重视起来。那第三个阶段，那 I said it was a good idea all along， 这时候臭不要脸了，对吧？我早就说过是好主意啊，那你当初反对你怎么忘了呢？早就从一开始就怎么怎么样，就 all along，这个习语咱们的记忆记特别常见，就始终一直或者反正早就，什么意思呢？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从一开始就怎么怎么样了，早就如何了。注意这个连读不要读 all along， 没有这么读的，连在一块儿大声来一遍 all along all along all all， 连在一块儿再来一遍 all along， 早就怎么样了。咱们看一些例子。I knew all along that it wasn't his real name. 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了，那肯定是编的假名，早就知道，就从一开始就知道，早就怎么样。那再比如说， Do you think he's been cheating us all along? 你是不是认为他一直都在骗我们呢？叫一直在怎么怎么样，从一开始就呗，他一直在骗我们，那叫 all along。咱们再回顾一下三册在当时第七课咱们讲过的一个听力，在三册第七课当时讲过，这个托福的听力真题中出现了这个 all along。 咱们再听一遍，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好，准备好开始。 Question number 33. The dean just announced that Dr. Jeffries is going to take over as chairperso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 knew it all along. He was the obvious choice.What does the man mean? 好，再听一遍，同时看应该选哪一个。Question number 33. The dean just announced that Dr. Jeffries is going to take over as chairperso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 knew it all along. He was the obvious choice. What does the man mean? What does the man mean? 这男的意思是什么呢？咱们看看应该选哪一个。好了，正确答案是 A 选项。 He thought Dr. Jeffries would get the job. 他认为 Jeffries 博士将会获得这份工作。选 A， 你选对了吗？下面咱们看个原文，看为什么选 A， 看着原文再听一遍。 Question number 33. The dean just announced that Dr. Jeffries is going to take over as chairperso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 knew it all alongHe was the obvious choice. What does the man mean? 好，这是男女两个人对话。第一个是女的说， The dean just announced that Dr. Jeffrey is going to take over as chairperso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这个 dean 要注意翻译啊，在美国的大学体系里边，这个 dean 地位要低于这个校长，但是比系主任要高，一般翻译院长，某个学院的院长。那这个院长刚刚宣布，这个 Jeffries 博士即将呢 take over， 就接手接管了，接手当我们英语系的 chairperson， 这 chairperson 主席在这是系主任的意思。系主任可以用 chairperson、chairman， 当然女的也可以用 chairwoman， 也可以用 head， 脑袋。He's actually the head of our English department， 英语系的这个主任，用 head 也行。但是 chairperson 他没有用 chairman。是表示对女士的尊重。如果用了 chairperson， 一般暗示这个人是男的。
但是用 chairman 考试对女士不尊敬，但是女的主任一般就直接说 chairwoman 就好了。那所以用 chairperson 说明这个人是男的，是一个男的。嗯，这个男的说 I knew it all along， 我早就知道了。He was the obvious choice， 他是这个很明显的一个选择嘛。我早就知道是这样的 ，all along 是这样的。最后 ，What does the man mean？ 这男的什么意思呢？当然，答案是他以前就认为 Jeffries 博士呢应该获得这份工作。那这是这个把他这个人说的这段话，咱们当做第三大段来看啊。好，这个部分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